接下来流星雨，你有什么话好说？就我自己的话，我就是追求零负评，尤其是那个身体上面的。外表上面就比较在意别人怎么讲。那像我之前参加那个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，因为整天是风吹日晒雨淋，然后我虽然以前皮肤就比较属于那种敏感肌，就酒糟性肌肤，但是也不至于说会爆痘成这样。但是我一参加完，直接变这样。哎哇，真的很夸张，状况很差，超扯，整片的那种。所以对，然后超痒超肿，还会痒哦，会痒，然后就超不舒服。那一阵子，就如果只要进化妆间的化妆师看到我，都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变这样啊？”我就很受伤。他说：“那我看其他参加全明星的女艺人，大家也都没有这样子啊，为什么就你长这样？”伤人。对，就很伤人。然后我就那一阵子，我就觉得是跟。帮洛丽塔弄头发，该不会说我要一个公主头？对，没有。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被嫌弃，很自卑，然后又觉得哎，好有点生气，一直在想办法要怎么办。后来我有一个朋友，因为我以前是护理师嘛，刚好有一个药师朋友就推荐我一个很厉害的 MIT 保养品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今天我就直接豁出去了。你要干嘛？我今天其实我没有上底妆。没有擦那个粉底液，有看出来，对，已经一整集了，但你们都没发现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不尝试，要把这灭武器分享给大家。哎呦，有请。好，现在心雨要分享这个保养秘方。对，因为像是上一次我不是有来卸卸一半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底下网友超毒的，说什么黑白郎君，然后什么什么，我妆一定很厚啊，怎么差这么多啊？确实啊，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好好的保养一波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哦，我拍戏，以前都是那种粉底液都是用一整罐的，但现在。对，就整罐是用喝的啊，我觉得一整罐。我以前擦比较厚，对，我那个肤况一看就是要整个要敷很厚啊，补了再补，补了再补。对，但是我这一次我就很意外，因为所有的妆发师帮我用脸都是只有遮局部的遮瑕。哦，对，就是因为我朋友推荐我这个修护保湿精华液，所以我今天带来分享给大家。哎呦，它质地是属于这种比较浓稠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浓稠。但是其实你看它延展性非常好，真的，对，就是其实它非常的不会很黏腻，然后你看，对，简单的弄一下，简单推就非常好吸收，对，蛮香的，对，你们大家可以试用一下，应该都有很舒服、很疗愈的味道。对，它的质地其实蛮适合夏天的，对对对对，很舒服，吸收了，香味就很清香啦，对，很像有去做 SPA 的感觉，对，很高级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它不只是心情都安定下来，对。然后它不只可以保湿，它也可以修护，因为它里面有两种很厉害的成分，复合型的玻尿酸跟复合型的神经酰胺，两大神组合。神组合。对，那它里面的那个复合型玻尿酸呢，就是可以帮你这个深入肌肤底层补水之外，还能让你的肌肤外表啊形成一个保水膜。哇，对，所以它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厉害耶！手帮你自动包膜就对了啦。对，就是帮你锁水。对，没有锁水是因为它里面的复合型的神经酰胺，它不只可以帮你把玻尿酸呢锁水分呢锁在里面之外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的肌肤不要那么粗糙，就是可以它可以帮助角质代谢，所以会变得比较光滑。用起来之后呢，也会变得很咕噜咕噜 Q弹的光滑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可以立冬可以摸摸看。哎，有差哎，对，就是两边擦完它这边提亮，感觉对，比较亮哎，这样摸起来就是比较滑顺，有啊，那这边就粗到不行，哎，看起来差很多哎，差点我手割伤了，没有，对，真的有差啦，哎，真的差蛮多的，细细的，对对对，那我现在想说就直接上在脸上给大家看，好哦，对，哎，我都很奢侈，我都用很多，像我就直接擦在那个脸上嘛，哦。就是洗完脸之后化妆水，然后我就进入这个步骤，哦，等于是有点像在那个帮肌肤，就是你知道，在按摩，哦，拉伸吧，对，帮他拉提，就是就是随着这个肌肤的纹路，然后帮他这样拉提，很舒服，很疗愈，然后它味道也是很舒服的那一种。那像赵哥，你也可以就是帮你太太用，哦，帮太太按摩，帮太太
爱情曲，然后味道又很舒服，这个感觉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因为它很简单，就一罐而已，很清爽。这个味道男生绝对也接受，对啊，很舒服。哎，那这个像化妆前可以用吗？因为有时候化妆那个底妆会上不上去。可以，就是因为我长期使用这罐之后啊，我发现我上妆后也会比较服帖，不会有像以前好棒会卡粉啊、浮粉的问题，或是一些。肤色不均什么的，因为肌肤保水度够了。对，然后它里面啊，还有一个我觉得超厉害，你们有听过一个叫谷胱甘肽吗？这成分很红，对，谷胱甘肽是最夯的美白成分，现在真的非常夯，很夯。对，它可以帮我们减少黑色素的生成。OK， 对，就是让我们皮肤呢变得很像那种很亮的小灯泡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你就是长期坚持使用。对，而且快夏天了，真的是很需要保养，真的。对，像 Eason 啊，你那个皮肤属于那个健康肤色啦，所以像你健康肤色，我之前有听医生说过，就是谷胱甘肽这个成分，如果你每天持续使用的话，它会让你的那个黑色素长期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，对，然后你就比较不容易晒黑或者是晒出斑来。所以其实健康肤色它可能会让它的黑也比较漂亮，对，而且它里面还有进补的成分，比如说像云脂啊，还有冬虫夏草的萃取，对，就是夏草也有，对，冬虫夏草的萃取，但没有海蟑螂吧？没有，不要再白痴啦！对，说不定他有泰国版本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云芝跟冬虫，云芝跟冬虫夏草，哎，那不是云芝跟冬虫夏草的萃取，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，还可以让延缓肌肤的老化。哦，对，那又让我又可以保湿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直接就是来血池的网友，不要再说我是黑白郎君了，好不好？这一罐金科保湿修护精华一罐哦，赢了，谢谢。